虽然说呢，夏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寒流风好大哦。没错，最近呢，继这个朴信惠、金宇彬以及郑容到上海来之后呢，李钟硕呢也来到上海开启了粉丝见面会。但是这个荧屏上的暖男专业户呢，向我们透露自己却最想演的角色是男子汉，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李钟硕。在结束了广州和台湾地区的粉丝见面会后，李钟硕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这样的连轴转，不知道单薄的李钟硕能扛得住吗？근데뭐그렇게피곤하지않는것같아요대려팬분들만날때제가더기운을많이얻는것같고사실뭐이제작품활동하면서연기하면서이제잠못자는경우가더태반이기때문에이정도스케줄은뭐이렇게어렵지않은것같아요看着小嘴甜的，短短几句话让不是李钟硕粉丝的小编也有了倒戈的冲动。连续几部偶像剧，步步都是暖男的角色，看着节奏，李钟硕这是要做暖男专业户啊。다른사람한테가시는마但好像李钟硕自己并不想这样下去。평소에요글쎄요아니그근데작품속의캐릭터와는아무래도많이다른것같아요演够了暖男，对自己要求颇高的李钟硕已经有了下一个挑战的目标了。조금남성성이강한캐릭터를해보고싶은욕심이있는데아이유는아무래도계속새로운걸하고싶어하는게배우로서욕심이니까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